最低就最不要就不用最低低，大哥，多少钱收的？你一块来最高。啊。咱们是人行横道，封闭道路，安全拍摄。关注鬼头，带你看东北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阜新市。听我说，大哥，有三套房子，就是想就是赶快就处理就完事了。为啥呀？这房子压的太多了，整这玩意儿不挣钱，一整整个千八的，甚至千八都整不上。啊，通过直干账，这我就卖得了。不整了，中间也不整，没啥意思。还不如干点房子呢，干啥不许这强啊？下边市场，对，下边就是城南市场，药店、浴池啥的都有啊。是，往上边，上边俩就街道了。啊，走吧，大哥。这不那时候都偷工啥嘛？这想的吧，便宜嘛，就扣点，先挣点吧。没涨的吧，挣还挣不上。现在这房子太臭了。没办法，就找你赶紧给我处理就完事了。这是几楼，大哥？这是五楼。我听说还有个二楼啊！啊，二楼是上面了，啊，二楼上面了，这个是五楼。对，房子不好干了。这个大哥，啊，中间户三檐呢。哎呀，一室一厅。一室一厅。这种户型在阜新好像都是三十八九平。三十八九平，是不是啊？五楼，多少钱这个？最低。就不用最低，大哥，多少钱收的？一块来。最高。啊。两万三包账吧。两万三，包个户，还包个户，啥都管。走吧，下边还有吗？不是，还有。这是什么学校？这是十二中。十二中啊，阜新市第十二中学。啊，这是阜新十二中。嗯。啊，这个一楼后身是人家商铺。对，商铺。啊，这一梯四户呢。一四户。哎呀，这小屋挺精致啊。呀，这小二楼这卫生间都整完了，这是啊。就简单点儿。啊，这不都是贴砖的吗？啊。挺干净。卫生间。阳台。那小阳台小就是四十平啊。也就是四十左右啊。三十八九平，四十左右。完了，一个卧室。卧室都是小户型，但卧室行，够用。卧室够用。小二楼啊，多少钱啊？这个三万，直接了当，痛快快，痛快就赶紧甩煤了，我咋回事？三万就是屋，行，下一个，大哥。好，十二中一个北墙外，一个是南墙外。啊，就这三个，这几楼，大哥？六层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哥，你搁底下说，简单说说它长啥样得了，整不动了我。我说不来呀，这个破玩意儿。我真有点整不动，腿好像要抽筋。哎，这几个折腾不倦就完活了。哎，五楼了，还有一层胜利了。啊，这入住率挺高，大哥。基本上都满了。上来了。哎呦，各位老铁们，不易呀、啊，真不易！哎呀，啊，这个平方稍微大点儿啊，五十几啊，五十四五这样吧。从来我都不上的，你不上吧？看完这个沙龙，我得考虑这个沙龙了。还有平房呢，这嘎子是个人的呀，那时候动迁吗？给钱了我不干吗？这多少钱？五十几？五十五啊？五十四五这样吧。这多少钱？两万二。两万二，直接透了呗。这透了就完事儿。行，太像样了。不行，跟他不磨叽了，憋着气犯不上。来人，你不领上看了，这不干仗，成天的跟吃窝头混的扯着烂了。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。好了，这期阜新探访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说吧。